我觉得这游戏不公平，它什么都有，好让人生气气耶。谁呀、啊？小莫吧？算了。比较省事。意境的魔兽，而且又是人家那些狗了。这边寒冷的地方啊，我们来解释说那些怪物是从寒冷地方来的。嗯，他们会不会在附近做巢了？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哎、欸，这个附近的话，马村外栅栏之外，哎、欸，没去过呢。等等。你们没去过村子外面吗？都没有。那没办法的。是啊，不能随便换地方，那不是会惹怒天子吗？以前啊，有个水塞啊，就让十个人冲走了。嗯，就是我们就这样住着，就是。话说，而且啊，出了村，你们要去哪呢？是啊，你需要的，我们需要的东西，咱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在村子里啦，有必要跑出外头吗？哎呀，真是一个完美的宅地方，我也觉得住在这个地方很不错，我每天只要住在这个地方，有吃有喝有拉有睡，好像还不错啊，挺好的、啊。你们这样好吗？嗯，有什么好不好？咱们也没想过现在这种时候才要出去，住同一个地方就满意了吗？嗯，那姐姐来一下。嗯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原来是个少年套，我看看你就是这张的礼装了。那个阿龙内，那个可以跟大人们保密吗？我懂不懂？小正太跟马修嘛，有，我是有看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我啊，知道寒冷的地方哦。哎，绝对不能就是的，那。因为我之前一直很想知道村子外面是干嘛，我就偷偷去了，趁大家忙的时候。嗯，我知道哦。啊，对外界的好奇心啊，就是很难压抑的，对吧，姐姐？你也喜欢冒险吧？没有，我现在姐姐问你哪里寒冷，你不要跟我套近乎，我跟你不是很熟啊。好了，喜欢冒险，赶快应付一下这个小屁孩，就要赶快给我们地方，来一掌就把它打开来，哼。嗯。跟前辈有新的见面，很有趣，对吧？我也一起。那你说寒冷的地，我也是寒冷的地方呢。嗯，之前去过一次而已，就在前面的森林里面，暗暗又冷的地方，而且感觉不舒服。要说有怪物，就是那种地方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哦，知道了巢的地方啊，得到了线索，有益的情报。调查队，哈哈，终于逮到那个女狐狸的尾巴了。呵呵呵啊，总之对应方法进越快越好，也不知道 Hinako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，他们搞不好也在监视着我们啊，找下一次袭击的机会。嗯，我们什么线索都需要，就赶快吧，在半夜趁他们没发现的时候，也要留下护卫在这边，战力分割啊，那边只要就战力分开来，那边调查就好了。嗯，接下来就决定谁留谁攻了。福尔摩斯，你没有办法去搜查班，你就留在这边吧。安乐椅神探，不过这次需要调查，好吧，我就去调查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讲反了，是不是？反正他一直就是要去，他就加了福尔摩斯是负责调查就对了。嗯，那么阵头指挥就交给爹了。嗯，我就负责解谜。前辈，那我也一起去。之后的人选就你自己选吧。
要带谁呢？带荆轲好了，斯巴达你负责照顾原地。嗯，伊豆好，我最擅长找东西了。找到的猎物啊，要把它打爆，这就是工作了吧？那我也当个伙伴吧。那我跟小莫待这边，那就我跟哪吒啊，没问题啦。那种怪物啊，别乱来啊！你们只要负责保护好就好。我知道啦，开玩笑的，真无聊，真无趣。哇，我觉得小莫一定会乱轰乱炸的。好棒啊，在斯巴达克斯的肩膀上，好像在天空飞呢。嗯，一样的景色，用不同的视点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啊，这啊，这卡有点太容易死。因为这提示题，反正就是有曾经看过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会变换一种感觉，这就是成长，好难懂。嗯，小小的叛逆者啊。我也想长得像斯巴达克斯一样那么高，就好好锻炼吧。我也是小时候跟你一样矮呢，我也可以像斯巴达克斯一样吗？なれるとも，啊，可以啊。斯巴达克斯是谁都可以成为的啊，人生就是叛逆。嗯，虽然让小朋友带路有点担心，不过交给斯巴达克斯意外的好呢。嗯，多亏他还给他放在肩膀上走。然后就可以也不会拖慢我们的速度。虽然这么说，爹才是最累的，行吗？你如果不行的话啊，我可以背你哦。可以啊。前面有耕作地，那边是隔壁的村子，然后这边有条小路。嗯，有股血臭味。这样一想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刚刚那个少年所说的啊，真的是魔兽的草，那我们就在他的来回路上。那这个附近经过的村子一定不可能平安无事。少年，你先躲起来啊，我们马上回来，小心哦。对，这次真的换微笑 boy 好感度刷好刷满了。嗯，这是不会啦，荆轲一定背得动我的啦，我可以全灭了。気をつけろ、臭。有股贪图弱者的臭味。好多。私を神の鞭と呼んだの？本気で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。かしこまり。束ねる星の息吹、輝ける命の本流、受けるがいい。X カリバ熟悉的呆毛最对味，那我们熟悉的三色笔，头疼嘞。小莫该强化了，也没什么好动啦。小莫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动啦。嗯，全灭了。嗯，你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呢，侦探殿下？
马森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有奇妙的刺青，你们现在才发现吗？那 NFF， 确实这么一想，而且有点违和感就没错了。问题是他们的行动，很明显是战斗特化，不是自然界的战斗，而是对人类的战斗特化。对，啊，就是很像狼，就是很明显经过训练的，也就是他们有主人。现在判断还太早了，这也是婊子湖的杰作吗？不对，就算是，现在有个问题了，是什么时候调教出来的？我们继续前进，自然会解谜了。幸好他们留下了足迹，方向没错，就带着那个少年在村外碰头吧。这个场景可不能让小孩看，他真是个温柔的人呢。这样他也是个守护的英灵本分。哦，那有 Hinako 的阵地。啊，福尔摩斯被降级到80级了，好可怜哦。前面是啊，地面有一个大裂缝啊，这样潜进去是个洞窟，里面很暗，又有冷风吹出来，我好怕啊！里面好像很大一样，呀呀呀，那应该是中了吧？哦，被包围了，抱歉，我们疏忽警备了，不是爹的问题，你们不怕吗？就是这种程度，如果怕的话，以前就结束了，以前就 结束了。80级的斯巴达克斯威猛。慌てない慌てない。呪文噛むからね。この辺り気づい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。見せます。任せるがよい。夏の話題を一人占め。好，接下来快速的火炮了。啊，光炮这是愉悦，开到几点我不知道，再一下吧，可能到30分吧。好，我还是讲一下，聊天室自己控制一下，我等一下，不然我看有一些你们这太那个的话，我就崩掉啊。次の公演も楽しみにするがよい。哼。但奇怪了，这些魔兽巨人应该从别的地方来的吧？前面的洞窟都在前面洞窟里面吗？可是这样子，我们再把这个孩子带在这边，不就很危险了吗？但是放他一个人回去也很危险，这附近也不知道有没有魔兽，有没有谁留下来保护他呢？啊，不行！如果你们留了我下来，一定不好的，还不如带我一起走嘛，一定在姐姐身边啊，会很安全的。你说姐姐是哪一位啊？你明明斯巴达克斯一直想保护你，你不说哥哥，你说姐姐。斯巴达克斯表示难过，好难过。
结论来说也没错，很好，你叛逆了那个恐怖，那一起走吧，斯巴达克是会成为你的盾的。这张好像也没有英灵加成吧，也没有说中国系的英灵有加成判值，最起码我刚玩到现在没有这个感觉。哇，这么嚣张啊！马上就把兰陵王练起来了，长啥样子我想想。哎，对，我要看他半四的吧，我看一下他那个，有点好奇，那个是在哪里来着？可以看灵机死的这个。看一下，是还蛮好看的啦，好吧。谁可以开场就让我丢宝具的？有谁放宝石翁的？放个宝石翁好吗？我想要看宝石翁，这样我打起来比较快。有没有谁放个宝石翁的？大家都不放，有宝石翁，但跟我的目标点不太一样。好了，就加减吧。耐光不会啊，它颜色很淡很淡啊。疑问出来了，这边有巨人足迹，还有魔兽的排泄物，所以他们在这里同居了。这些野兽们的本能是后天被拿掉了，他们也有社会性，所以调教了这些野兽。那问题还是留下来了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是他会不会是他游那个秘书湖游戏的一环，就是专门放这些兽在这些没有自卫手段的农村里面捣蛋。好，开战了，开战了。死力を尽くして来るがいい。啊，就一人一炮吧。棉被我，你先。本気で行きましょう。ええ、決着をつけましょう。サバネル星の息吹。偶像大师版灰姑娘的安娜塔西亚是怎样的？虽然画风真的很像，没错。一人一炮，感情不会散。我的繁栄是这样的。对啦，也是可以放旧剑。蓝妖魔总跟艾比有，艾比年纪很大哎，艾比都快白发了。
時だ。お任せ。いいです。はい。やっ。風よ、舞い上がれ。但我在想要不要让我的狂澜别动部队继续出动啊，好像也没差了，因为我怕等一下 DNG 有一只两只的就收不回来，反而更麻烦。哇，这边还可以打到二只二的素材是怎样？反正我怕敌人数量不对的话，就别动队也上不了场啊。这周打完哦，看看啦，因为我这一拜有些有几天还要出门，对，看一下看一下状况。半十一哦，没有啊，项羽有比狂澜好用吗？没有。如果你是指周回上来讲，哦，又来了，越来越多了，哦，那你就保护小鬼啦，达克斯。黄塔哦，没有在用啦。其实就讲实话，我四星会用的都是偏辅助类的，对啊，或者除了狂澜四以外，四星大家练的都是辅助比较多。那火力型的其实四星，嘛，反正你们玩久，其实你们就会知道四星跟五星火力还是有差啦。通常还是有差的。決めたよ。お前は我が城の影に溶けるしかなかろう。古きルーン。古きルーン。干，回收不回来。他剑缆还有剑缆。还是不行啊，周保武项羽还是周回不起来啊，这是属于周回不起来的问题啊。今天不是说不周回啊，而是他撞不起来，很麻烦。你看这个刚刚他，哎呀，这一关有故意在扣你一些东西啊，他故意把这次扣的比较难打，敢见了。我觉得他有克制在搞那个，我觉得他有克制在搞那个小狂澜去周回，打的。感觉是拉不回来，烦呢。最气就这一招。なんだ。ささやか。不过如果论单发火力来讲还是够的，两波就可以，只是不能打三波，但他打两波是有在标准线上。
打两波是标准限制上没有问题。没关系啊，我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收鬼啊。我可以不需要用狂澜，我没有一定要用狂澜的。你们以为我的队伍里面只有狂澜这个东西吗？不要太天真了。砕け散る時まで諦めることは許さんぞ。不要啦，我不要抽宝物，我这个人这辈子不会去抽宝物的啦，除了赖光之外我不会再抽任何的宝物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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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撤退。嗯，真不像你呢，他们撤退了，真不像他们呢。啊，果然他们有一个司令塔，难道里面就是秘书湖吗？嗯，不确定，等他们把他叫回去了。要前进吗？巴克斯，你会守护我吧？当然了，我是无敌的。哎，我架王没有宝物哦，我要说，我架王只有台版才宝物啊。我日版现在唯一一只五星宝物叫做原赖光，没有了，只有赖光。为什么我刚刚说其实我不一定要真的要用这个啊？我要双周回跑，我还有很多选择，我可以用那个谁啊？另外一个周回能力超强的、啊，大公宝四啊，阿基里斯宝四啊，应该不会啦，应该不会啦。哦，他的欧露丁娜莎的衣服的侦测器侦测到了不得了的魔力，难道是火之巨人吗？赖光现在好用吗？还是好用啊？终于是老大了吗？不 ，Pattern 是魔兽，跟过去的斗龙还有火之巨人很像，但还在增大。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心中有不好的声音。难道他们又回来补给了吗？只有两只，好臭！这是他们在吃同伴，还有其他巨人啊、哦！共食是一个现象。难道说他们互相吃起来，然后提升了力量吗？他们这两只会强化。吃完了，来吧。这个杀气很像乌鲁克的魔兽对人类有的憎恨，但现在不是问的时候了，开战。OK， 开战。贾欧跟宝四啊，贾欧跟也是莫名其妙出到宝四的啊，不是应该说到宝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了，对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干好大只哦。お夕飯の準備がありますので。他这几回合。これで終わりにしますから。こう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。古きルーム。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。古きルーム。本当にわかりました、先輩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打后面那一只的。算了，打错了。感じてください。有啊 ，NFF 坑在头上。你说最好不要挑战技能。你觉得活力不是开玩笑的？巨大剑说可以吧？应该是可以。原来他们吃同伴是在提升宝具呀、啊！好哦。哎，刚才那张不是英的卡吗？我选错了吗？你们这紫色头发，我烦到。刚刚是不是英有两张 B 卡，还是我看错了？不对，
应该是 B B A Q Q 吧？等一下，刚刚 B 音有没有两张卡？还是我看错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选错卡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我是选错卡了，是不是？我刚是不是选错？我两张都紫色的，看了紫色老太婆哎、欸，气死！唉，敌人沉默了，没有其他敌性，对吗？我记得我看到是两张紫色啊，是两张啦，应该没错吧？总之暂时结束了。虽然没有逮到那个秘书狐的尾巴，但是我们又知道可能是他控制的。但是为什么要把其他魔兽带来呢？如果从这边啊累积的那个骨头数量，大概不是这两天才开始的，他们就是不断把下面的人的魔力累积起来，变自己的粮食。这个生态跟死徒很接近啊，野生动物的基准啊来说，就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战略，所以就为了适应这个地方，就把那些摄食物变成魔力，然后强化自己的适应性。那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这里养呢？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他们还没搞清楚这些原因。你要上班哦，还好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再一下了。对，少年没事吧？斯巴达克斯跟姐姐们都很强呢。我好怕，那也出不了声。谢谢。金科，你干嘛？没有啊，这不是要有好久的时候吗？把他们的保存装置啊带回去，然后就加给达文西加工就可以喝了，去掉了毒。哦，他们把它带回去要做成酒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有蛇嘛，啊，所以金科是把那个蛇胆割下来要回去做酒是不是？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去毒，因为是怪物的内部可以做成酒。然后说以前也有懂得的 Seven， 不过只有真亏你能理解。胜利的美酒就是我们的。走吧，回去了。果然金科在他这设定里面还是一个圣女型的醉酒人物。